博士的人，知道，嗯。谁写的是正片？啊，打出来了。谁写？有这么好的写？麦克笔。写的这么好的，那基本上都不用做什么事了。这个就是要幺幺二模式，等一下会跳到一个对话框的。和之前的操作一样了。嗯。然后打个幺幺二。然后现在是灭了，是吧？是幺幺二模式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上网。穿这么花 啊这种就是嗯要打幺二模式，每次开机关机都要打幺二，然后我们可以切换到连幺二模式，就拨星三个零扣拨断，然后开机。你昨天没拿货 啊昨天没拿货、啊重启后就进入了免幺二模式。这个视频够长的，传过去都不知道要传多久。没有，你们处理一下也就十多兆。要喝一下。哇，你小孩在这边，全国的都看，都认识啊。全世界不是全国的，全球，全球的。这是免幺二模式，咱这个一都没有了，上网就没有了。
你再切换飞行模式、关闭飞行模式一样的工作。啊，这样就不能上网。啊？对。OK 了。是。上网又不。